我只不过是个霉运缠身的人吧。我爹是赫赫有名的护国大将军，我们全家上下英勇善战，除了我。刺客是来杀你的，我为什么要躲？我是土匪。这么多，陛下饶命。高兴安保，考虑一下。你是没动手，还是动手了身体没反应过来啊？辞了他，有我，你不需要他。你再多喝点，不然你会口干。你有完没完呀你？我们文家的规矩就是，女人吃饭不能动手。我俩真的不错呀。立 TV 立式线上影视。